有点不好，因为梅西没有上场。然后我是结尾 ending 的表演嘉宾，大家看我表演的时候应该心情很不好。超强大的抗压性。阿根廷球星梅西日前赴香港参加表演性质的友谊赛，没想到从头到尾都不见他上场，引发球迷不满。而身为压轴表演嘉宾的邓紫棋，扛着极大的压力，用歌声抚慰大家的心。大家看我表演的时候应该心情很不好，完蛋了，我现在的注意力完全不在我自己咳嗽身上，现在的注意力完全是球迷没有见到梅西下场表演，他们很不开心，然后我要表演怎么办？